Hello，大家好，欢迎回来我的频道，欢迎来到新栏目，我的音乐。今天呢是1月31号，我本来是想给大家拍一个每个月的爱用品总结，但是我后来思来想去，觉得其实相比于爱用品来说，更需要总结的是我们生活本身。尤其是现在我们还在疫情 lockdown 期间嘛，大家的生活可能都大同小异，所以我们更需要去回顾，更多去发现生活中的美和细节，也不能经常和朋友聚会聊一聊最近的一些想法。那我就想，不如把我的这些想法和思考都说给镜头前的你们听。所以说，我就决定开设这样的一个新的板块，每一个月做一次，然后到了月末的时候来回想一下这个月有什么值得高兴的事情，回忆一下这个月过得怎么样，给自己一个每月的阶段性总结吧，然后呢聊一聊下个月又有些什么值得期待的事情。那我也希望通过这样的内容可以给镜头前面的你们的生活一些灵感，一些启发。如果要用一个词来概括我的一月份，我觉得是重启。最近不是很多人在讨论吗，就是如果可以重启2020年，你愿不愿意？那我当然非常愿意，因为我上一年真的过得非常的坎坷，我觉得这种感觉甚至都延续到了2021年的1月份。因为到了新年的时候，其实也没有什么有仪式感的事情会让我觉得过去一年就结束了，疫情依旧在继续，在反复，大家迟迟回不到正常的生活，每天都待在家里，每周一次出去超市采购一次已经变成了最大的娱乐活动。然后因为宅家时间太久，就已经丧失了对做饭的激情，每天都属于不知道做什么，然后就经常点外卖，这对我来说是一件非常困扰的事情。但是我觉得有两件事情是我非常有成就感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我开始学法语了。其实学法语这件事情吧，也都说了很久了，毕竟在蒙特利尔这种地方，会法语其实给生活真的提供了不少便利。而且我是那种如果我不会说当地的第一语言，我会觉得我融不进去这个城市，就会觉得这方不是我的家，所以学法语一直都在我的那个清单上面。但是之前一直觉得哎呀学习太忙了，就搁置了。然后到了今年，
从一月份开始，我是觉得反正也 lockdown 没有办法出去玩，不如把这个空闲的时间利用起来，所以说就报了一个班在学法语。我差不多就是从元旦之后开始学的，然后现在学了一个月，我觉得还是挺开心的，那希望我可以把这件事情一直坚持下去。那第二个想法呢，其实也不算成就感吧，是我对于我拍视频有了一些新的想法。那以前我总觉得拍视频这件事情特别的随缘，就是有灵感了或者说有分享欲的时候和大家拍一拍，导致就小伙伴给我留言说，虽然你经常消失，虽然你总是不定期的更新。那这个月我其实想了很多关于拍视频，它其实不只是一种单纯的穿搭的分享或者说对生活的记录，更多的是你当下对生活的思考。我觉得人在每一个阶段的想法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这个栏目会诞生的原因。我想每个月都记录一下，像记日记一样，我当下的一些想法，可能一年之后我再回过来看，哦，原来那个时候我是这样想的。包括这个月我是更新了两支我自己一直都挺想做的视频，尤其是那个party 的穿搭，然后我也有在尝试不同的穿搭的风格，比如说多加入一些鲜艳的颜色，不同的材质，更大胆的多去尝试一些不同的东西。那我就希望我这每一个月的总结视频可以一直拍满12个月，也算是给自己立的一个 flag。 那我也希望我的频道在一月份能够真正的重启，以一个崭新的姿态迎接2021年。那一月份有一个 highlight， 就是我收到了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一套杯碟，我之前在小红书、微博还有 Instagram 都已经发过无数次了，就是这一套，是 And the Mirror Mister 和 Cerex 的一个合作系列。它其实不只有这个黑色的，它其实更特别的是一套红色的，因为加拿大真的没有卖的，我这还是在一个法国的网站上买的，然后从法国寄过来还被税，但是收到之后我真的是爱不释手，我几乎每天都在用它喝咖啡，而且超夸张，我收到第二天就是一大早起来就把它放在我的那个桌子旁边，就每天光是看着它我就会觉得超级超级的幸福。就我觉得它虽然是黑色的，就是带一点点暗黑哥特式的风格，但是又莫名在里边感受到一种中国的禅意。所以我有时候觉得艺术它其实是不分中西的，就是你看这两者看起来似乎非常的矛盾，但是在这一套餐具上面得到了非常好的融合和统一。我已经决定为了这套杯子我也要好好练习拉花的技术。那总结完了这一个月呢，马上就是二月份了。二月对我们就是中国人来说应该都是非常欢天喜地的一个月份，因为到了中国的农历新年。那我给我二月定的一个目标就是保持健身的习惯，并且呢在饮食上多在家做，尽量保证一个清淡一点的饮食。那就等到下一支我的二月的时候再来和大家分享我这一个月有没有达成我的目标。其实录这个视频我还挺紧张的，因为我好像从来没有在镜头前面和大家进行这样比较深层次的交流，没有这样和大家唠过嗑聊过天，所以也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喜欢这种视频，会不会觉得无聊。那就希望大家在留言或者弹幕里边告诉我你们喜欢这样的形式。如果你在二月份有什么值得期待的事情或者有什么愿望，也欢迎告诉我，我们大家一起分享。那就感谢你们听我唠嗑，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拜拜。